港公益金合办第八届十大中文金曲颁奖音乐会，香港电台第一台、第二台、红磡香港体育馆现场直播。Hello， 各位朋友，你哋好嘛？大家好好噶啦，因为等咗咁耐，终于有啲戏玉要睇啦嘛。佢咧就叫做邓慧思。第一次喺呢度开个人演唱会。我唔识我啦噃，而家你唔讲我名字。我讲埋先。呢个就是麦润寿第二次喺度开个人演唱会嘅。系，边度见我啊？嗰度见我，一阵上嚟啊。系，一阵间都会同大家倾下偈噶啦。嗱，而家咧，大家咧手头上咧系咪有一份嘢啊？支票嚟嘅，冇理由冇嘅。如果冇嗰啲，自己行翻出去门口攞啦。有啊，呢份咧就印刷好精美嘅十大金曲档案同埋长刊。所以如果要欣赏我哋第八届十大中文金曲嘅话咧，我哋打开嚟温习一下做备课嘅工作。哎呀，讲得太严肃啦，唔啱今晚啊。上一堂都唔得。唔好啊，今晚要最紧要好玩。你俾我讲两句得唔得？都好啦。Page 23，廿三页，廿三页，有冇啊？大声讲有定冇？都有廿三页噶，即系冇错睇啦，系咪？楼上嗰啲有冇？梗系冇啦，你哋嗰啲系散装噶嘛，下边嗰啲系精装嘅，有成四廿页嘅阴功。你唔好咁刻意喺度分阶级，好唔好啊？睇咪睇咯，多多试过麦润寿。分阶级咧，就上边嗰啲就叫做高级，呢度嗰啲系好低级。喂，咁我跑30秒钟我都跑到我啦，我想做高级啲。好啊，我喺度做啊，我自己。好，唔得，都系你一个讲会讲好多英文嘅。我讲少少资料啊。好啊。我哋金曲档案咧，就咁多年来，即系八年来啦，攞到金曲最多嘅作曲家咧，就系顾嘉辉。哇！入选嘅作品一共有24首咁多。另外咧，攞到金曲奖最多嘅作词家咧，就系郑国江先生。系有20首咁多。再另外咧，攞到金曲最多嘅男歌手咧。就是 Mr. Michael Kwan， 关正杰。有九首咁多，八年里面。是啊。我到金曲最多的女歌手呢，就是。就是欣妮小姐，一共有五首的。合唱的歌曲呢，总共有四首，国语的金曲呢，曾经有五首。讲到这里差不多。好啦，我们行上去玩了，好不好？我想同啲朋友傾下偈，因為我想做啲民意測驗，表示我哋今次金曲選出嚟咧，絕對公允嘅。你好嘛？邊個想傾偈啊？嗱、好啊，握下手先。好多人想傾偈、啊。哇！你睇喺上面個鏡頭嗰度啊，哇，幾靚都未見過咁靚嘅陰公。你咪仲靚？我靚不在話下啦，係咪？鄧慧思你唔讚兩句嘅咩？鄧慧思都讚，多謝。咁咪有美嫁咯，可就係靚先嫁咗。美嫁嗰啲你哋小心啲啊，即係話你哋唔靚咁解啊。我嫁啲細啊。哦，有未娶嘅原因，你知唔知係乜嘢啊？口樣。梗係唔係啦，太多選擇啊！你知唔知啊？我唔想傷害任何一個嘅心啊。係，絕對咧就唔係呢兩位朋友係我哋啲妹嚟嘅，係唔識嘅。想你哋報上名來。我姓黃嘅。啊，黃女士啊，請問你咧？小姐嚟嘅，仲係小姐啊？啊，陰公啫。喂，小姐啊，咁样咧，你觉得咧今晚入选嗰十首歌曲里边咧，你认为边一首呼声最高咧？嗱，你唔好讲歌名喎，唔好讲人名，唱啫，有影响，唱啫，唱几句嚟听下，唔得，唱几句，点？两句啦，唔好几句啦，唔好唱太多，想唱一首啊，我唱亲咧，全部都晕低，会唔会啊？唔会嘅。不如咧，你将你几心水嘅一首金曲唱两句嚟听下啦。金曲啊，我即系你认为今晚会出现十首其中之一首。我最中意阿 Lam。咁你咪唱一首佢会得奖噶咯。你唱一分十二寸好啦，好啦，一分钟。爱到发烧咯。哇，零点一秒啫。唉，
笑得好豪放喎、啊！一陣有排你聽。喂，我哋行到幾遠㗎？我哋仲可以。我哋呢個無線咪行幾遠都得嘅，不過唔好借住咁啊，走出去唔做嘢喎、啊。邊度啲人最開心咧嚇、啊？有幾開心？邊度最開心？吹啲 BB 嚟聽下得唔得？哇！真係熱鬧，好似扮曬歌手喺度開演唱會，周圍逛咁。不如揾個男士嚟問下啦。喂，點解你哋唔扮下？阿仔啊，呢、這個男士幾好樣啫，不如同佢傾下偈。啊！呢、這個眼鏡嘅男士貴姓呢？又係王啊？咩王啊？胡大王。胡大王啊！我一王。喂，點解你自己單丁嚟睇㗎？唔係啊，有人嘅，即刻驚咗下開錯。怕醜啊佢！喂，好少可咁樣兩個男人嚟睇㗎喎。好嘛。未到。仲有一個男人未到添啊！三個咁複雜 啊？到曬啦，到曬啦！全部都係男人啊！你哋。呢啲咩嚟噶？哦哦哦，你哋系咪一家大细嚟啫？唔系啊，诶系咩朋友嚟噶？你估下，话咩朋友？猪朋狗友，睇情形分开嚟嘅都系普通朋友啦。你唔好呃人话系亲密朋友嚟啦，唔使讲啦。点解会有咁多飞噶？点解唔会有咁多飞啊？我张都冇，或者你会咁多啊？你冇买啫。喂，你喺边度买噶？我都唔知道。你都唔知道人哋買俾你噶？哎呀，呢、這個咁親密搭住你膊頭嘅呢位小姐，哎呀，佢又行去行過嘅就原來，哎呀，真係陰功，對唔住啊，真係對唔住。咁樣啦，對唔住啊，我哋玩咁多先好嗎？啊，有咧，佢哋好早去排隊，所以可以買到成辣嘅位啊。今年嘅金曲係第幾屆啊？第幾屆話？第八屆。女孩子咧已經好想傾偈喎。有冇人第一屆嚟過㗎？第一屆都係八年前啫，好短日子啫。有冇人第一屆啊？係咪真係有㗎？好多喎、啊。啊，嗰、那個有。叫佢講第一屆嘅情況嚟聽下，例如佢舉手嗰啲好嘛？係咪啊？你行落嚟啊！好高級㗎，嗰啲坐好高。喺我上嚟，同佢哋傾下偈好嘛？好。我哋揀女仔㗎嘛？我哋同啲低級啲、低級啲嘅傾先。啊、哎呀，算啦，算啦，唔傾啦，上去啦，揾啲高級嗰啲啦，都係唔好啦，都係唔好啦，又係唔好啦，都係，係啦，係啦。哇，好刺激啊！係啦、啊，又點解你會有飛嚟睇咁好咧？買咪有咯，唔通搶咩？我搶都搶唔到啊！真係，你幾時去買㗎？係咪宣佈啫去買？係啊，係啊。買到幾多張？買兩張啫嘛。哦，有唱片送喎，嗰陣時買。冇啊，冇啊。冇啦。哎呀，真係唔好意思啦！點會呃人啫？我哋有和平穿梭機嗰啲唱片㗎。不如又做啲民意測驗，睇下呢個女仔佢、啊、心目中嘅金曲係邊一首啦？嗱，今日會有十首歌得獎啊！你有邊一首覺得機會最大嘅、嗯？我話想林子祥嘅每一個晚上啦。哇！每一個晚上，唔知點咧？睇下點嗬？我哋睇下點。好，咁我哋咧就快要開始我哋今晚嘅音樂會啦喎！不如我哋熱鬧啲去迎接佢好嗎？哇！好熱鬧喎、啊，果然好熱鬧喎、啊！嗱、啊，我哋一路行翻去先好嗎？好啊！嗱，今年咧就係第八屆，係我哋咧嗌一下就吹一下 BB 好唔好咧？個個都有 BB 嘅喎。喂，系，首先试下你哋啲 BB 响唔响嘅先。哇！响大力啲点啦！嗱，有冇系咪有啲人冇 BB 噶？咁嗰啲人激气上嚟都可以吹 BB 咁嘅，系咪？都唔会激气噶啦，今晚咁开心。系啦，我真系要快啲开始啦，等得好心急。嗱，咁样有口嘅咧。就負責數，好冇口嗰啲咧，就負責吹 BB 好唔好？嚇、啊！我哋一齊做。嗱，我哋嗌一下，你哋就 B 一下，好唔好？我哋咧今年係第八屆，我哋數八聲嚟到歡迎我哋第八屆十大中文金曲嘅頒獎典禮開始，好唔好？即刻開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1985年国际青年年，世界各地年青一辈的歌手纷纷以音乐作为媒介，
除了可以同世界每一个角落的朋友分享到他们的喜怒哀乐之外，还透过音乐进行了一连串有意义的慈善活动。1986年，联合国定名为国际和平年。音乐既然是人类共通的国际语言，当然亦是宣扬和平信息的最佳媒介。各位嘉宾，请以热烈的掌声欢迎从台湾专程来港，明天会更好的八位歌手，香港儿童合唱团和和平穿梭机的香港电台 DJ 同事。和平穿梭机明天会更好，穿梭大合唱。首先有我们的夏妙仪、邓慧欣。在那穿梭机贴着天空飞，迎着烈日带着百万支国旗，红日照顾我也在照顾你，忘掉国界共享天和地。来自台湾的齐豫、李秀全、苏瑞、潘月云，还有香港儿童合唱团。轻轻敲醒沉睡的心灵，慢慢张开你的眼睛，看看忙碌的世界是否依然孤独地转个不停。春风不解风情，吹动少年的心，让昨日脸上的泪痕随季风干了。欧瑞强、林珊珊。在这穿梭机载着了真理，令这世界充满快乐空气，用爱心编织一个个梦，未分界限我或你。和平互爱是全力，将它分到世界各地。和平互爱相互庇，尘心炮制欢乐空气。和平互爱是全力，将它分到世界各地。和平互爱相互庇，纷纷国界传递万里。台上的还有我们的 DJ 郑丹瑞、车颂梅、何嘉丽、邓丽莹。台湾的歌手包括李秀全、娃娃、陈淑华、黄子蕾、李宗盛。来到春光天空的翅膀，风要出现他的眼睛，带来远处的饥荒，无情的战火依然存在的消息。玉山白雪飘零，燃烧少年的心，是真情融化成音符，倾诉遥远的祝福。伸出你的热情，伸出你双手，让我拥抱着你的梦，让我拥有你真心的面孔。让我们的笑容充满着青春的骄傲，为明天献出虔诚的祈祷。沉睡的心灵，慢慢张开你的眼睛，
看看忙碌的世界是否依然孤独地转个不停。日出唤醒清晨，大地光彩重生，让和风拂出的音响谱成生命乐章。唱出你的热情，伸出你双手，让我拥抱着你的梦，让我拥有你真心的面孔，让我们的笑容充满着青春的骄傲，让我们期待明天会更好。我并不爱失去你，将它分布世界各地，第八届十大中文金曲颁奖音乐会，大会司仪车淑梅、郑丹瑞、林珊珊、欧瑞强。歡迎，你們好。各位，你們好嗎？聽下啲哨子聲先。哇！不如聽埋啲掌聲啦，不如好嗎？多謝。好歡迎大家嚟臨紅磡體育館欣賞今晚嘅盛會。啊，淑梅啊。嚇、啊！即係唔經唔覺咧，這個十大中文金曲今年都已經第八屆啦嚇。係啊。即係講起話八年嘅時間咧，話長又唔算長，話短又唔算短喎。不過喺當中咧都發生咗好多事，好多嘢都唔同曬嘅咯。哦，咁啊係啊，啲身材啊、面貌啊，咁都已經好唔同啦。嚇！我覺得咧，我自己啊八年裏頭咧有一個特點就係越大越靚啊。我都話車淑梅好中意講笑嘅啦。好啦，我哋言歸正傳啦。好多人都話咧，即係做我哋娛樂圈呢一行咧，即係過啲日子零舍快啊，感受零舍多嘅咧，係你都有冇同感啊？我嘅感覺咧就唔係話即係咁深啦嚇、我純粹做 DJ， 但係佢哋兩位就唔同啦，又係 DJ 又係歌手喎，咁我諗感覺咧一定係比我哋深好多嘅，會唔會咧？好啦，咁我等我問一下 Albert 同埋珊珊，你啲感受係咪好深啫？問我哋啲感受啊？不如咁啊，我問珊珊先啦，好珊珊。八年咁长嘅时间，对于你嚟讲有啲咩感受呢？我记得八年前嘅我咧，都系咁高咁大，系嘛？咁多
人喺度就唔好窒我吓。咁啊，人细粒都好嘅，因为唔压定啊嘛。向上唔压定啊嘛。向横，你话紧边个吓？边个吓？冇嘢冇嘢，其实咧咁喺我哋电台嘅上上下嘅各位工作人员嚟讲咧，对于十大中文金曲咧，就可以讲系亲生骨肉一样啦。咁八年前咧就痛苦分娩，但系今日咧已经系挺唔挺欲立啦。咁啊，當然係放出咗好多時間啦，擺好多時間啦，擺好多心血落去啦。咁最緊要嘅咧就係音樂界嘅友好同埋聽眾支持，多謝你哋。咁希望呢個八歲大嘅生命能夠喺我哋努力之下繼續成長，成為社會一份子，兼且為社會出一分力嘅。咁其實出力咧，對於我哋嚟香港電台嚟講咧，係即係慣常嘅目標啦。我哋希望都係為社會出力。咁所以今晚呢個演唱會所有嘅收益咧，都係撥捐俾公益金嘅。啊，唔止添啊 ，Albert， 我記得咧喺舊年九月咧。IYY 香港流行曲创作邀请赛所出的一张纪念大碟和平穿梭机咧，即系卖到断晒市嗰张咧，我同你都有份唱嘅，好似系。我哋都有啲头先嗰只和平穿梭机好唔好听啊？咁啊，仲有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空中结缘百万行嘅步行啦，又筹咗款项啦，仲有今次嘅赞助机构香泰贸易有限公司、元隆集团、九龙狮子会同埋廖创兴银行，加埋嘅善款有成。哇，超過55萬咁多噶！哇，55萬嘅善款啊！咁啊，當然咧，我哋係要多謝呢啲朋友嘅幫助啦。咁即係陣間咧，阿淑梅同埋阿蛋咧就會主持呢一個支票嘅遞交儀式啦。唔該曬，蛋同淑梅。唔好客氣，唔好客氣。主持嘅咧，應該係請我哋今晚嘅大會主禮嘉賓上嚟喎。冇錯啦，我哋而家首先請今晚嘅大會主禮嘉賓鍾日傑爵士夫人為我哋主持支票遞交儀式。Lady A. Jones, please。我哋並請公益金籌募委員會主席陳友慶先生上台接受嘅，請陳先生。我哋嗰張55萬嘅支票係零舍大張啲嘅喎，本行大嘅支票都要大張嘅。好啦，麻煩我哋影一張相，影張靚相留念先。呢、這個時刻值得保留。一人影一邊啊，要啊。係。其實咧，呢張支票裏面好多錢咧，亦都係在座各位買飛入嚟睇嘅時候俾咗落去噶啦。多謝各位。好，我哋又多謝陳友慶先生同埋 Lady A. Jones。我哋有花仔花女自送呢一個嘅鮮花㗎。是咧，哦，哦，珊珊超靈花仔花女喎，瑞強弟弟，唔該曬兩位 ，thank you very much， 更加多謝我哋兩位花仔花女，啊，好可愛啊，真係想搣下嘅啫，有個咁嘅仔啊，有個咁嘅女啊，真係開心咯，咁你要努力啦，好啦，差唔多咧，我哋就要開始揭曉十大中文金曲啦。嗯，咁啊，開始心情咧有啲緊張啦。係啊，我都係。咁緊張嘅時候咧，不如咁咧，做少少熱身運動嚟到呢一個緩和下。啊，都好喎、啊，阿蛋呢個提議都唔錯。喂，阿淑梅，我贊成啊。不如咁啦，呢度咁大，嚟一場女排咧。我鬥淑梅啊！好到嘅 ，Elvin， 珊珊你扮郎平係咪啊？佢唔係扮個波咩？你做公正啊 ，Albert 好冇？冇所謂啊。嗱，冇再講啦，乜嘢？喂，好，得 ，OK， 乜嘢？我咧，係喎，老婆，我都未講完啊，蛋，你企出嚟少少啊，唔該你，係啦，係打開兩隻手，係啦，冇錯，哦，我知啦，做個網啊，係啦，冇錯，夠高做個網啦，真係高啊，我唔玩啊，咁高嘅網唔中意。你珍惜講笑啦，我啱啱夠高拍波咋，玩啦唔玩啦，誒唔好拗啦你哋，其實咧我哋。今日咧就係準備咗一個熱身嘅運動，咁你知啦，今年咧就係有一個最有前途新人獎啦，咁就原本咧我哋就有14組咧係參賽，咁就最後進入決賽嘅咧就有8組或者係歌手嘅，咁今晚咧我哋就係請佢哋8位咧用佢哋嘅拿手好戲組成一隻雞尾歌，為我哋唱出咗一個熱身賽，好唔好咧？好，一於咁話，唔女排啦咁。首先我哋請小島樂隊。都市灯光叹息，上路。
情已死心似癫，尽力量明白遮向着前，忘掉了一切没法拥有。没法消去心里忧。多谢，多谢小董乐队，接住有林忆莲。努力的情人，骑着白马，轻着白丝巾，英俊活泼的情人，一个热吻偷去我的心。林忆莲之后呢，是有台上的周启真。为何每天想你想得要死，迷人是那目光，长长直不见这你炎炎超的面庞，分分钟都情为你起，爱路齐搭轻松脚步，跟你一起感到多自豪，日后每刻再也不会枯燥。无用再多倾诉，其实
问情越过云的星，为何总不想休憩？浮云问远山，为何如此安静？不变经过着每一天，不知不觉彼此相爱。若明日留下我共你温馨的追忆，不敢相信，不想。始终是迷惑。唔该晒刘德华，在前面行咗上嚟，唔可以再坐嘅咩？啊，就是邝美云啦。再坐一会，但愿能再坐一会。记忆极远的路，今宵这么的晚，你说你这么攰。再坐一会，但愿能再坐一会。既要别去，且尽量尽量逗留，日后亦无悔。在天热差。别向你心中无悔，情到此心中终于有清楚，难保分手可相忘。我愿望你来有新的一半，比你我更加配。谁人在恋里里对白，与你认命难再礼貌地碰杯，如何共你再说爱说恨？何妨留待午夜独梦回，再坐一会，但能再坐一会。既要别去，且尽量尽量逗留，日后亦无悔。多谢邝美云，跟住系第七位嘅新人候选歌手李宗豪。祝我手心。停在你手中多一天，着我眼睛凝望你依恋多一天，但今日你难留在身边，而心里边留下受千遍，期望你明白我心，从不怕苦苦等至再换那天。不从不从不多关心，谁跟你知那一天？如果如果如果你告诉我你一望尽天，明天明天明天十万个寂寞。
徐徐凉风送，帘幕放下，吹起了婚纱。阳光长长失斑，继摇落下。红脸红脸何悲伤，盈盈泪下。明媚眸子里。仍残留心碎，仍泪满眶，心里似是有说话。静静地落泪，迷糊说话，又像是受尽无言责骂。相信剛才每位新人都各具特色的，我真的很想快點知道究竟今年誰得到金銀銅獎。不用心急住的，一會兒我們就會頒發這個最佳的最有前途的新人獎的了。不過現在要頒的就是三個很有意義的獎項。嗯，因為這三個獎都是頒給幕後默默工作的人士的，雖然他們的名字就不及幕前的朋友那麼受人注意，不過他們的工作對於一張唱片的成敗可謂有舉足輕重的份量的。首先我們要頒發的就是最佳唱片監製獎，候選的大碟一共有16張，而進入決賽的名單就是阿 B 女之旅由 Joseph Yip 鐘鎮濤監製，張學友 Smile 歐丁玉周華年監製，葉倩文大碟由 Elvin Leung 監製，陳秀文丫丫笑壞人由陳全謙馮鏡輝監製，譚詠麟愛情陷阱由關維倫監製。今次的結果是由各位監製自行互選的，所以呢結果一定是公正。首先我們請我們的頒獎嘉賓輝哥顧家輝先生。第八届十大中文金曲最佳唱片监制奖得奖的作品就是张学友的 Smile， 得奖的监制就是欧丁玉、周华健先生。请欧丁玉上台领奖。慢慢行，欧丁玉。恭喜晒歐丁玉！多謝多謝輝哥，亦都多謝輝哥咧為我哋作咗頭先我哋咁好聽嘅一首《和平穿梭機》，多謝曬。好啦，跟住頒第二個獎咯，係咩獎咧？跟住嚟呢一個獎咧，就係最佳編曲獎。候選嘅歌曲咧，原本有20首，而進入決賽嘅咧，一共有5首，就係、是《Smile Again》瑪利亞由盧東尼編曲，《誰可相依》林敏兒，《邁向新一天》林慕德。每一个晚上鲍比达爱情陷阱入江南，而这个新发的奖项今年是由狮子会赞助的，我们是请到我们的颁奖嘉宾九龙狮子会的代表吴燕南先生。请吴燕南先生。十大中文金曲最佳編曲獎是每一個晚上爆給大家。 It's the Christmas Eve。
Chris Bebida， 每晚你都瞓唔着噶啦。多谢燕南先生，多谢。新生嚟，跟住落嚟要颁呢个奖咧，就系最佳封套设计奖啦。咁喺未颁奖之前咧，我哋好多谢为我哋评选嘅评判文流、近帝强、施养德、韩炳华同埋陈发兴先生噶。咁而进入决赛嘅五张唱片咧，就系、是、叶德娴大碟由刘天兰设计，十分十二寸朱祖儿设计，新的一页陈又坚设计，陈美玲嘅大碟亦都系陈又坚设计。林子祥八五特輯由鲍浩恩设计。咁我哋最佳封套设计奖嘅颁奖嘉宾咧，不如由你介绍先啦。如果要我介绍咧，即系有排讲啦。因为呢位朋友咧喺舞台方面咧有多方面嘅贡献。咁佢自己创作啊、导演、策划嘅舞台演出咧，有成七十几部咁多。咁啊，其中包括有话剧啦、西洋歌剧啦、歌舞剧啦、芭蕾及现代舞剧。如果话佢系多才多艺咧，佢就当之无愧噶啦。我哋请。我哋嘅颁奖嘉宾市政局议员卢景文先生。最佳唱片封套设计奖，第八届十大中文金曲最佳唱片封套设计奖得奖作品，十分十二寸，设计师朱祖儿。多谢市政局议员罗景文先生，多谢。喂 ，Albert 啊，未颁完奖噶，你唱歌啦？唔系啊，我而家你听唔到我啲好特别嘅唱歌方法。就唱多次先吓，大声啲，嗰边听唔到喎。听唔听到啊？呢度。喂 ，Albert， 我想问一问你，你系咪伤风啊？今日？唔系啊，你唔觉得我中间有好多信息喺度，就系、是、我而家想试下一种新嘅嘢啊！平时咧，大家听听人唱歌咧，梗系用口唱嘅，但系我想用个鼻唱歌得唔得咧？吓、啊，用个鼻唱歌，就算得都唔好听嘅，唔好听攞唔到十大金曲，攞唔到十大金曲。练嚟都冇乜用，嘥气啦，嘥气啦。咁虽然攞唔到十大金曲，我谂攞翻个最有创意奖都得。咁其实最有创意奖咧就唔系标奇立异啊，别具即系特色咁样，一定要概念同包装都要新。要新，咁边个可以攞到呢个奖咧？啊，即刻就知噶咯。不过我哋请嗰位颁奖嘉宾上场，咁佢咧就为我哋设计一座好靓别具特色嘅香港艺术中心。仲有今年在加拿大舉行的世界博覽會的香港館呢，亦都是他精心傑作嚟嘅。有請何濤博士。戴翻眼鏡睇清楚先。我亦讀錯了第二個人。最有創意的歌曲，得獎的歌曲是《十分十二寸》。得獎的歌手是林子祥。多谢多谢何濤博士，多谢晒。恭喜林子祥，阿 Lam Lam， 你唔好走住喎，吓你要留步喎。咁我想访问下你，唔知你得到两个奖啦，你个唱片封套又得奖，你唱歌又得奖，你有咩感想咁咧？My feeling just like Radio Hong Kong is fantastic。喂，阿 Lam 唔得喎，你講英文喎，我唔係好識聽喎，你講廣東話得唔得？阿 Lam 你唔好咁啊！冇所謂啊，我得呢個獎咧就真係實至名歸咯，真係幾文雅。Albert 你好嘢喎，扮咗幾次喎？唔係啊，係阿 Lam 講啊，呢啲就係阿 Lam 講啊嚇。喂，阿 Lam 啊，你知唔知啊？我已經等咗好耐呢個機會，問你攞翻我呢個林子祥嗰個版權費啊！
喂，講真啊，靚，講你嘅感想啊，你真係點樣想法咧？敢唔敢想咧？做呢只歌啊、我要多謝阿鐘定一啦，仲有係阿星同埋阿華仔幫我彈啦。咁、啊，一定係要多謝曬所有咁多歌星，因為冇佢啲歌，我點可以串埋一隻咁嘅嘢咧？多謝曬阿 Lam， 恭喜曬你啊！好啦，阿 Lam 啊，頭先咧就係你好走啊，你嘅感想就係咁啦。如果你就咁行翻落台咧，我相信後果我就唔敢想，因為夠場咁多朋友，放唔放佢走啊？放佢走啊！你想佢做乜嘢啊？我想阿 Lam 跳舞。我啊，你梗係要我唱你嗰個，不過唱十分鐘即係太長，我諗你仲有好多時間。阿 Lam 講價啲，幾時學得咁八卦嘅咧？唔係真係咁八卦。好啦好啦好啦，既然講十分鐘實在太長嘅，打個六字得唔得啊？係六分啊，六分得唔得啊？喂，好啦，唱六分鐘啦。OK， 林子祥六分十二次。这晚这晚会恋到爆炸，这晚这晚会恋到爆炸，这晚这晚会恋到爆炸，这晚这晚会恋到爆炸。漫漫前路有几多风光，日日细心想，为什留步回头望一望，心中一片迷茫，默默看看天际白云荡，就像你我志在四方。有一串星际流火，掌舵寻觅猎户星座，又歌于黑暗，又有拍波，众星编出了一阙情歌。啊哈！我要飞往天上，啊哈！像那天鸟翱翔，啊哈！那里充满希望，啊哈！找那温暖太阳。就算默然不语，我都深深记住，因你的眼神使我心里着迷吧。真的你知我真多，你引致我震荡，你以往爱我爱我不顾一切，将一生青春牺牲给我光辉，好多谢今天你改变了我，无言来奉献，柔情曾令我个心有愧可停住这波。 Oh baby， 长夜抱拥我没压力，如今这个浪人只想一生躺于你的身边，停住这风 Oh baby， 长夜抱拥我的压力，如今这个浪人只想一生躺于你的身边，真爱令你的真爱令我讲不出再见。就快热爆了，连烫得紧了。就快热爆了，像似被烧。就快热爆了，连烫得紧了。这晚这晚会暖到爆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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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晚这晚会暖到爆炸。这晚会暖到爆炸，归人旁观无份礼，可想不可想不
青春美丽，总之乜鬼佬睇下就冇所谓，几耐都开心到底，喺度找到理想，一天要站在台上，每天在无恙，终归会成为最响，仲为谁形象讲英雄痴心妄想，任我番禺群都会得各样假想，风阿姨等于房，房价多等于房，我要歌唱加上你温度更提高更多，所以你应靠近我，不要再自我封锁，此一刻你属于我，你再也没法躲，不管你是姓什么，也不管你是何星座，只要你是任意朵，我便会令你疯魔，朝雨烂肺生动，我要红歌触摸你心窝，此一刻你属于我，我每力士会发作，我睇你个表啱啱唱到呢度六分钟，多谢。多谢林子祥，虽然话系六分十二寸啫，但依然都唱得咁落力噶，多谢晒。哇，多谢晒林子祥。啊，我哋两个衬唔衬啊？你觉得阿蛋今晚似唔似印度总理啊？几有型啊，蛋你。傻，印度总理呢？今晚咪揭晓十大总敏感曲啊！好啦，嚟啦嚟啦，我哋要揭晓我哋嘅十首嘅十大总敏感曲啦，送埋啊！冇错啦。想唔想要啲賽前嘅 tips 咁咧？想唔想啊？想啊！都好啦。要啊，好。嗯、即係例如咧，我而家講下邊一首歌啲模式好靚啦，大家出閘就波歐。又例如邊一首歌？喂，我好似聽緊人講馬咁嘅。哎呀，你有咩你叫啊嘛？我哋係唱片騎師，做騎師唔識得幾句術語點得咧？係咪咧？咁又啱，不過咁，如果你真係想講馬嘅話咧，就唔該你行埋一二邊啊。點解咧？因為今晚咧講馬界有位。大叔大大嚟咗，你系讲佢啊？冇错，系彪叔董彪先生。董彪，哇！趁住呢啲声音啊，董彪先生应该系跳下跳下咁跳出嚟，今日跑下跑下咁跑出嚟。爆咗几多场啊，彪叔今日？啊，各位朋友。是我八年才找我来这里颁奖啊，想想没人哪里还有人啊，是不是人就找不到人了，所以今天请到我来。那我问他我上来讲什么呢，但你讲马佬就挨着马讲的啦，讲些冷门贴士爆冷就好、啊、是啦，我现在就讲了今天第八场十号歌曲，诶、哎，睇睇封信先好喎，我哋俾封揭晓你，等你揭晓咗先，唔好乱噏啊！呢啲赛前预测都唔知准唔准嘅啫。系呢啲系阿彪叔自己嘅心水啊！唔知今场今个礼拜送咗几多场？第八届十大中文歌曲系嘛？系啊，金曲啊，金嘅，金嘅。我讲咗第八场十号码歌曲啊，中唔中啫？今日第八场十号，第一首十大中文金曲得奖歌手。哇！叫定先噶，唔讲住，唔讲住，唔讲住啊！有得奖歌曲啊！呢、這个名字我话俾你听啊！夜马跑烂地啊！我即系点解啊，彪叔？咩意思呢？夜马跑啊！呢、這个好深奥啊！呢、這个唔明作曲唔知咩？唔知点样点样夜马跑烂？冇首咁嘅歌啊！我哋雨夜的浪漫。啊你哋嗌中啦 ，Alan！ 多谢大叔大大，我呢度亦都好个心好大大地大大地多谢你哋。阿伦啊，有几样嘢想同佢好好少见面啊。系啊，隔篱嗰两位可以休息阵啫啦，佢嚟噶。我惊好似你讲马咁样，我企埋一边啫。你知唔知我哋旧时细个都系唱歌，由日头唱，夜晚唱。得冇办法红咁解啫，点解你一唱就红呢？都唔系啊，我唱好多年噶啦。因为你而家有红磡啊，红磡体育馆所以红。沙田就唔好制啦，沙田啲热门实钉啊。但今晚全部出嚟嘅都系热门嘅喎。咁多朋友喺度，乜嘢歌你都听过啊？吓、啊，我唱歌你又怕你有听过嘛？系，好开心，好嘢。
我哋點解呢？我哋唱歌個 tempo 好快脆㗎。係。兩句由朝早呢就到夜晚㗎啦。不過呢度欣賞嘅人唔識唔係幾多啫，老實講。阿倫都未必識欣賞，或者李連傑會識欣賞我。我唱嚟聽下。國語嘅喎，肯定係㗎，普通話。咁啦。真係。你啊。俾掌声！太阳出来红哦，月亮出来黄哦。好，好，好多，好嚟，出你嚟领奖。我哋月太阳啱啱出嚟啫，都未落山啊，月光啊出嚟啦，几快脆。第十一首金曲啊，阿彪叔唱嘅。多谢彪叔，多谢晒。今晚要翻去继续讲个赛马结果啊。系啦。好，唔该晒你，彪叔。唔该晒。第一首十大中文金曲，香雪怀作词，谭咏麟主唱，《雨夜的浪漫》。留恋于夜幕雨中一个，沿着我要送你归家的路，夜静的街中，歌声中是一个个热吻，谁令到我心加速跳动？曾是说一次你的嘴角，忘掉了以往痛苦的失落，浪漫呼吸中，漆黑中就只有你共我，从没有这刻的冲动。多谢。沿着我要送你归家的路，夜静的街中，歌声中是一个个热吻，谁令到我心加速跳动？甜丝丝一次你的嘴角，忘掉了以往痛苦的失落，浪漫呼吸中，漆黑中是一个个热吻，从没有这刻的冲动。
多謝。多謝譚詠麟，恭喜曬啊！正話有啲花女上嚟獻花喎，哇，好犀利！係阿蛋啊，係今晚我哋嘅頒獎嘉賓啊，嚇個個都係口才好了得嘅。係啦，我估唔到原來彪叔不單止口才了得，唱歌都咁好嘅，好似兒童合唱團咁嘅。啊，唔係指揮嘅個兒童合唱團指揮嘅嚇。咁如果我哋他日嚇係搞一個叫做口才比賽嘅話咧，咁我諗一定係好刺激嘅啦。哦，咁啊呢個 idea 非常之好，我哋一路寫定會。但係我咁樣喎，崇明，我驚到時我唔可以同你一齊做司儀。我知。你唔夠膽喺個台上同佢哋出現咧，你唔會啦，即係到時我驚咧，即係我又要落，又要過去頒接受最佳呢一個新最有前途新人口水獎啊，金口獎啊，咁攞到好滿啊，咁我驚。哇！你啲自信心都幾犀利嘅喎。係啊，除非有一個人喺度咧。邊個？呢個人我有一段好悲酸嘅往事同佢有關。即管啊，講嚟聽下。好快嘅啫，我講説話啫。咁有一次咧，我就好耐以前做一個舞台劇。做完之後咧，咁有啲劇評寫啦嚇。咁劇評上面咧就寫住，佢話惟俏惟妙，可造之才。哇，好嘢喎！好啊嚇，好嘢。於是我連忙走去揾嗰位寫劇評嘅，我多謝佢啦。我話、多謝你，你記唔記得我啊？要啦，要啦。啊，點知佢望咗我好耐，你係啊，係咁嘅。終於醒起啦。你就係嗰次喺嗰個舞台劇嗰度扮棵樹嗰個咧。咁。咁我睇怕呢位先生咧未睇過蛋扮呢個電燈柱，如果唔係嘅話咧，我諗個評語更加好都未定。唔扮噶啦，以後。我知道你講緊邊個啦，戲劇大師鍾景輝先生。King Sir。我而家咧演技好咗好多啦，唔使扮樹，開始識得扮招啦。我以前都話你實得㗎啦，你指日以待㗎啦。多謝你，全靠你啫。係。以下呢一位得獎嘅歌手呢，就頭先我聽阿車淑梅姐姐講呢、姐姐。我係係點啊？佢話呢位歌手好怕用廣東話講佢自己嘅名字，佢又講出嚟咧就衰咁樣。衰啊嘛，佢話自己。咁但係咧，我記得我哋初初認識佢嘅時候咧，我哋啲廣東人亦好怕讀佢嘅名字，有啲又叫佢做阿炳，有啲又叫佢做阿內。咁但係我哋嘅林作漢老師咧就話要讀個睿字，咁先至係啱。林生，多謝你嘅指教，在座嘅林作漢先生在座嘅。第二首十大金曲得獎歌手蘇睿，得獎歌曲《誰可相依》。恭喜曬你，蘇睿！好多謝大家咁支持我，同時我都要好多謝林敏兒做呢首好嘅歌曲俾我唱。多謝你，蘇睿，多謝。恭喜你，多謝 King Sir。唔該曬，唔該曬。第二首嘅十大中文金曲，林敏兒作曲，我哋有《誰可相依》，主唱蘇睿。
潮落去，不可以逗留，这份爱一样不肯走。多謝曬蘇艾炳瑞，但咧我哋都好熟悉佢噶啦嚇。總言之，就係位好歌之人啦。係啦，阿蛋啊，我好憎呢張台啊。點解？點解？因為咧呢張台咧遮住我哋兩個啲靚衫咯。你知啦，我哋啲衫咧就係前後左右點睇都係咁靚。有咩方法可以好自然咁即係顯示喺各位面前咧嚇？即係唔可以就咁行出嚟，唔好啊！就咁行出去就即係較為咧就係、是。壓突啲，自然啲嘅，蛋，我知道你受翹嘅。哇，你睇下幾，哎呀，哎，嚇、啊，哎呀，有張十蚊，係咪左邊嘅？睇啦，睇啦，係咪右邊嘅？睇啦，係咪你哋噶？蘇梅，不經意咁再出嚟執翻啲十蚊。我未見過啲咁女人嘅男人嘅。咁係要咁樣噶嘛？嚇、啊！多謝你。這套衣服呢真是非常之美妙啊，尤其是在我身上。好啦，跟住落嚟呢介紹下一位歌手仲好啦，好嗎？哦，這位歌手呢我就用一個手勢呢大家就應該知道他是誰的啦。嗱，睇住囉噃，我今天這麼女人就啱啦。早機去晚機返，晚足七天。哦，我知啦，奔城怡寶四圍走的 Dudu 鄭月玲小姐。Dudu今晚較為熱啲，係啱嘅。翻啲實力，你哋睇下。我相信咧，今晚咧，阿蛋嘅擁躉咧，好少好少會伏喺收音機旁邊，因為呢排咧，佢成日都喺啲宣傳片度咧，就頻頻漏人啦。留意今晚佢會喺公仔箱度出現，但今晚咧，佢就嚟咗呢度。冇錯啦，真係認真玩死嗰啲擁躉啦。只不過咧，呢樣都其次。我知道咧，阿蛋咁樣做咧，就用心良苦嘅。粵語片有一句對白，我相信大家都聽得多的，就是
你虽然得到我肉体，但是你得不到我灵魂。即系蛋而家就系玩紧呢招啦。哦，多谢你，郑月玲。但系我郑月玲啊，以我魔鬼嘅身材咧，作为见证。笑乜嘢？魔鬼好身材系。阿蛋咧就并冇声音两边走，咁正话咧，大家听到阿蛋咁宏伟嘅声音咧吓，的而且确咧就系货真价实。咁佢咧冇事先录音嘅。咁啊，虽然佢个灵魂咧就可能已经唔喺度，但系佢个肉体咧的而且确咧就摆咗喺我对面嘅。系啊，我灵魂梗唔喺度，喺你后边啊嘛。我预备，我预备帮你挑“精忠报国”四个字噶。你而家唔好咁口响字，因为我等紧你可惜啊。点解咧？因为我等紧你可惜。本来咧今晚我嚟咧系打算咧做一个和平使者嘅。但是呢跟住呢我要表演一项呢我自己好身不由己嘅动作。你哋而家唔好误会呢、這个信封呢就唔係我嚟揭晓今晚第三首金曲嘅。而係一份呢由阿蛋亲自签署嘅公仔商主持合约一份。泄露部分嘅内容呢我睇得在所难免啦啩。哇咁大份嘅。你签咗好多个名喺度。郑丹瑞呀、啊。原名郑黯然。別名鄭乃路強，以下簡稱甲方，生於1943年8月17日。你證明你全部都係錯誤嘅資料。身份證號碼係1959895，地址九龍鴨仔里。哇，係乜你銀碼咁用㗎嚇？你拍檔阿麗瑩佢唔知㗎係嘛？冇啊，我就係掉把聲過去已經係咁用㗎啦。不過咧都冇用嘅，因為咧而家我要當住啊香港體育館7000多人。7000多位見證人面前咧，就要撕毀呢張合約，好對唔住啊！冇得撈啦！係啊，因為你今晚冇翻工啦，我撕嘅嘞喎。咁我簽第二個嘅嘞喎。啊，仲有啊，先前咧你收過嗰啲訂金咧，就唔該你響散場嗰陣時俾翻我，等我交翻落去。哇！你真係盡忠，即係所以話要精忠報國咧，嗰、那個國就係鐵公仔商咧，咁上嚟都不忘即係為嗰度效力嘅。好啦，而家到。第二個信封都仍然未係金曲嘅。哇！第二個你又執住咩痛腳啊？俾佢。第二個信封咧，我就係要揭曉啊！1985年到十大金句。咁我所揭曉嘅咧就係金句。嗱，唔準講衰嘢㗎。金句，你咁驚我講衰嘢，你就請我嚟。咁啊係。就係金句中嘅金句。咁呢個獎咧就係頒俾一啲知名人士咧嚇，經常咧響啲大眾傳媒度咧就係講一啲。發人心省啊，擲地有聲啊，令我哋一生一世都用之不盡嘅金石良言嚟嘅。啲評判點樣揀呢？我就唔知道。但係如果俾我揀咧，即係我哋啲女人啊、弱者啊咁樣咧，我咧都學到有幾句金句嘅。如果有人蝦我哋嘅時候咧，我就會用呢啲金句咧嚟到警醒佢哋。即係譬如好似啲阿姐仔咁樣，著住件泳衣，企喺我身邊。仲要咧，即係好多記者影相嘅時候咧，作其呼吸好大壯時咧，真係好巴閉咩？係咪？咁我就會講一句：花無千日好嘅。仲有，因為我有個 dog friend 啊，咁佢咧就含辛茹苦，將一生啊好辛苦儲翻嚟嘅嗰筆積蓄咧，就預備開一間咧阿姐級人馬先至可以幫襯嘅美容院。點知 cocktail 都未擺啫，哩哩淋淋咧，對面咧就打通曬幾個鋪位咧，就開間健美中心吧。咁佢咧就好鬼激氣啦，一殼眼淚啦。咁你咁樣頂難事噶嘛，人哋唔做你又唔做。咁於是乎咧，我就勸佢唔使驚，休得驚啊！嗱，你擔住張凳仔坐響門口，見到邊個行親入去嗰間鋪頭，你就對佢講：世間本無事嘅。唉，咁啲人實會問噶，下一句係乜嘢啊？咁你咧就話叫佢哋，你哋諗埋落去啦。咁果然咧，個個都唔諗喎，個個都恍然大悟，咁啊冚唪唥都俾曬同情分，行曬入去我嗰間 dog friend 嘅鋪頭。我自己都係噶嚇，你睇住嚟啊！如果我下次咧告假咧，話要出埠，去揾銀登台，如果我公司咧唔批我嘅話咧，我都會講翻一句 TVB 拿出良心來。哇！揭曉啦，揭曉啦，揭曉金句啫。咁樣咧講完，揭曉金句呢句金句咧嚇，哇！抵佢攞獎啦！一剎那嘅光輝唔等於永恆。
呢句金句是誰講的，有沒有人記得啊？那是贈給誰的，你們又記不記得啊？我都記得。咁呢位朋友呢就喺佢初出道呢至到80年代初呢都冇乜呢個幸運女神眷戀佢嘅。咁我呢就好少同佢合作過嘅。咁佢嗰陣時呢仍然呢就係頹風呢都繼續吹。我哋最記得一次呢就係喺82年嘅聖誕除夕，我要主持一個歌唱節目。大家注意喎，我都要唱歌喎嗰晚。咁同我一齊演出嘅呢有五六位歌星嘅。咁大家諗下啦，嗰晚係黃金檔期呢都肯嚟唱呢，即係冇得走場啦，好大極都有限啦。咁但係呢就佢喺我哋咁多人面前，人人喺鏡頭前生搶死搶嘅時候呢，佢仍然呢就係保持低調，仍然呢係好努力咁樣演出水準，同埋呢做出自己嘅本分。咁我必須承認呢一點咧，就係大家成日所講嘅氣質嚟嘅。咁仲有一次咧，仲慘。我記得喺83年嘅時候咧，我嘅機構咧就係有勁歌，就嚟講到85噶啦，勁歌嘅頒獎典禮。咁嗰陣時咧就好得意嘅，咁好多歌星咧就唔知道係心靈感應啦嚇，亦或係有內幕消息啦。一冇得攞獎咧，嗰晚咧就一定唔會出現嘅。但係咧，我見到呢位朋友咧就喺嗰個頒獎典禮度出現，咁我以為咧。就係、是，好啦，我戥佢開心啦，今次有得攞獎啦。但係咧，我唔記得數人頭，因為咧十首金曲咧就有11位朋友坐咗喺度，咁咪見住嗰啲獎咧，路咁樣送俾嗰啲歌星咧，就剩翻佢一個咧就坐咗喺度。喂，你冇咁行咗出嚟啊？未行出嚟係嘛？你唔嗌佢點敢行咧？都唔知邊個，我都唔知啦。嗱，就嚟到尾嘅啦，係啊，仲有84年啊嘛，八個喺後邊等緊。經過咗咁多年咧，佢而家攞獎咧都已經攞翻舊本啦。咁其實咧唔單止係一剎那光輝嘅，最終於咧佢都證明到一剎那嘅失落咧，亦都唔係代表永恆嘅。嗱，各位張國榮嘅擁躉，請用你哋嘅方式歡迎 Leslie 出嚟。第三首十大中文金曲得獎歌手張國榮，得獎歌曲《不羈的風》。多謝曬，我唔敢錫你 ，Dodo。點解啊？我爭啲連握手都唔敢握。點解？我驚你又有一位唔知痴情乜嘢，即係撲落嚟。唔會有痴情。喂，我贊咗你咁多嘢，你快啲贊翻我少少嘢咯喎。我最中意 Dodo 咧，就係做戲啦，尤其是佢。唔係，我就係唔愛你講話我演技出色啊，面貌娟好啊，身材好啊。冇啊冇啊，我係贊你，即係話做嗰只女鬼做得最神似，冇乜人可以做女鬼好似做得你咁好啊！多謝你 Dodo。多謝你，恭喜你。多謝曬，多謝。恭喜張國榮，更加要恭喜東國良先生有位咁好口才嘅女朋友。Leslie 咧，以後要記住聽啲老前輩講啊，教訓啊。第三首十大中文金曲，林振強作詞，張國榮主唱，呢個係《不羈的風》。爱生根，我说我最害怕细密，若为我痴心，别你会伤心。我会试过暂时情人，就让你不羁的心挚爱找开心，快慰过了别再独行，浪漫过一生，尽力笑得真，掩饰空虚的心。你偏看透内心苦痛。你以爱将心中空壁修补，使这片风愿做你的孤岛。停住这波 ，Oh baby， 长夜抱拥 ，Oh darling， 如今这个落人，只想一生躺于你身。
我最害怕细密，若为我痴心必定会伤心，我永是多愁似情人，曾用言不羁的心似爱找开心，快慰过了便再独行，浪漫过一生尽力笑得真，掩饰空虚的心，你偏看透内心苦恼，你以爱将心中空隙修补，只借面孔愿做你的孤岛，停住这波真係個個都口才出眾啊！譬如話正話鄭月玲小姐講大概十五分鐘到啦，都唔需要唞氣嘅，真係非常之出色。我服咗你咯。好啦，跟住落嚟嘅呢位頒獎嘅嘉賓咧，亦都非泛泛之輩噃嚇。係係邊一位咧？佢係一位花王。何必嚟咗咩？唔係。嚇係邊個啫咁樣？咁啊，呢位花王咧，佢種花好特別嘅，佢就唔係靠水嘅。唔靠水啊，靠乜嘢啊？靠把口。咁究竟点解用把口呢？因为呢佢要靠把口嚟到教育一班温室入面嘅花草，等佢哋可以成为未来嘅社会栋梁嘅。我知道你讲紧边个啦，来自教育界嘅立法局议员司徒华先生。除了在维园开群众大会之外，未曾试过面对那么多人的，都有点怕。不用怕，只要打个信封，我们一起紧张一起开心还好。看了，不是在后面，后面有个靓女。是了，哎，先我有点用过。我是教书的，面对那么多人，忍不住想教回几句。好啊。中国一本古书《老子》里面有一句话：大音希声，希就是希少，即是没有，这解。这句说话的意思话，最响亮的声音呢是没有声音的，听不到的。嗯，我们可以感觉到。这句说话不单只有非常之深刻的哲理，同时亦都不是不科学的。在科学上来讲，物质震动就会发出声音，但是当震动的频率高到非常非常之高的时候呢，它的声音反而是我们肉耳所听不到的。最响亮的声音是听不到的，同时
我仲以为最富有感情嘅、最动人嘅说话，有时都听唔到嘅，系要用心灵去感应嘅。呼之欲出啊！呢一位嘅得奖歌手。第四首十大中文金曲得奖歌手吕方。得奖歌曲听不到的说话。在这里好多谢香港电台可以颁呢个奖俾我，同埋多谢你，好开心。我仲要讲一句就系、是，我会继续努力。多谢，恭喜你吕方，恭喜。多谢晒司徒华先生，每日一句好有意思嘅说话。原来吕方呢首歌嘅灵感系来自老子嘅，我哋而家知啦。第四首十大中文金曲，香雪怀作词，吕方主唱，《听不到的说话》。谁愿意讲出一些自欺的说话，如果以后忘掉你，谁令我今天开始不喜欢讲话，暗里我继续再想你，怎可掩饰心中的哀伤，手里感觉到你双臂的冰冻，看冷雨在脸上的乱烫，心中忐忑伸出一双手，只要不顾一切的拥抱，你叫我的心度
我想啊，女方啊上堂嘅时候都唔会对住先生讲听不到啲说话噶。系啦，咁啊，但系咧首歌就真系几好听啊！记唔记得讲咩？大咩？大咩？大音希声，系我记得啦，我就识啦。孺子可教也。嗱，咁啊，素文，我今晚咧其实系第一次咧，就系做呢个十大金曲嘅司仪啦，所以咧要搜集好多料啦。啊，无意中俾我发现咗一个八年前嘅秘密。喂，讲秘密啊，我最中意嘅，你想唔想听啊？得唔得啊？吓，咁啊，你想唔想知道点解啊？系十大中文金曲啊？想唔想？真系想喎，点解又唔系二十大、三十大，又系十大咧？吓，当年咧有一个人，佢叫张文新，你识唔识啊？识啊，识唔识？好似识嘅。哦，识得啦。咁啊，佢咧就话不如咁啦，我哋搞个十大金曲啦咁。啊，点知啊吴石辉咧实识啦呢个老细。呢个肯定要识啦。哦，佢二十好喎，二十大金曲热闹啲。啱，系啊，喂，点解而家有十大金曲好少啊？张文新拗赢吴石辉噶噃。咁佢哋公平竞争嘅，我想唔想重演当日嘅情况啊？诶，我扮吴石辉啦。我扮张文新喎，吓系咯。好。青春和家叉烧包。我输咗咧。二十。十十。咁咪贏咗啦！哇，咁快啊！所以你唔識玩呢個遊戲，呢個遊戲就係咁。於是咧，從此咧，十大中文金曲就係十首啦。啊，不過而家頒到而家為止咧，就係第五首啊。呢位頒獎嘉賓咧，佢嘅幾位公子，我哋個個都好熟悉嘅啦。係啊。咁但係呢位嘅長者咧，就好少喺啲公眾場合度出現或者做頒獎嘅人嘅喎。我哋今日咧就天大面子請到，我哋請許世昌先生。许生，睇下许生好似同我咁上下年纪啫噃。你啊，冚有几个公子啦？好，装一装先，我要戴翻个眼镜。十大金曲得奖歌手许冠杰得奖的歌咧，系最紧要好玩。声开，不如我又喺度揭晓下咧。系，好似样啊！似唔似样啊？同我许世昌先生两父子啊嘛。多谢大家对我支持。好多谢晒，恭喜许冠杰。多謝阿 Sam 巴同我哋頒呢一個獎。阿 Uncle 虛同埋阿 Sam 虛，哇，父子情深啊，頒翻個獎好有意義。多謝，但因為咧，因為許冠傑啊喺外地拍片之後咧，身體一路都唔係咁好啊，所以咧我哋就唔想啊許冠傑咧喺度咁粗魯演唱嘅。希望出年喺呢度呢個金獎嘅時候咧嚇，希望阿 Sam 再嚟領獎好唔好？多謝阿 Sam。多謝曬，多謝多謝。好啦，第五首金曲頒完之後咧，輪到第六首，我要介紹第六首金曲嘅兩位頒獎嘉賓啊。喂，我冇聽錯啊，一路都係一位嘅咋，兩位。啊，我講兩位係兩位喎、啊。點解咧？邊兩位咧、啊？咁、大面子。呢兩位就犀利啦，我哋天大面子請到嚟啦，佢哋英明神武，一個就嬌俏可人。真係即係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喂，咁究竟係邊一個？邊兩個啊？邊兩個啊？各位頒發第六首金曲嘅兩位嘉賓就係車淑梅小姐、鄭丹瑞先生。歡迎。嗱，係咪咧？我都話咗唔好咁樣介紹我出嚟，一實俾人噓噶嘛。你真係識得作大㗎啦。唔係啊，咁事實上我哋係頒咗獎啊嘛。啊，系啊，因为点解咧？我哋十大中文金曲咧吓，香港电台主办呢一个嘅环节咧，好多人咧都好想知道究竟最后边十首得到，但系次次因为太公正啦，到最后问先至知道边十首。咁啊，梅艳芳咧最已经系吓过咗澳门，应承咗澳门嗰边嘅朋友、要过去为佢哋演唱，所以咧就请我哋两个过去颁奖俾佢。系啦，咁我哋两个咪攞住个奖品过去颁奖俾佢咯。唔好虚啊，信唔信啊？唔信啊？我哋一齐嚟睇睇呢个片段咧吓。好啊，我都想睇翻啊。十大中文金曲两位颁奖者就系、是。鄭丹瑞先生、車淑梅小姐，唔該曬，唔該曬。好啦，宣讀第六首十大中文金曲，潘偉源作詞，梅艷芳主唱，《曼珠沙華》。
梅艳芳，我限你在15秒钟之内讲下你得奖的感受。得十五秒咁短噶？系啊，开始计时噶啦。OK， 我其实有好多嘢想讲，但系咁短时间唔可以将我心里边个想讲嘢话晒俾你听。不过我开心得到呢个奖，但系有一样遗憾就系我唔可以亲自嚟到红磡体育馆攞到呢个奖同你哋一齐分享。不过我会继续努力，出年希望有更好嘅成绩。多谢你，多谢。不过唔需要遗憾啦，而家就同我哋唱《曼珠沙华》咪得咯，系咪啊？冇音乐喎，清唱咯，清唱。嗯 ，OK， 好，你帮拎住先啦 ，OK， 唔该晒。换上当天的晚装，涂唇膏仿佛当晚模样，深宵独行，盼雨路途上。彩排嗰陣時候都接受我哋呢個頒獎啊，真係多謝曬。係啊，亦都係現場一樣啦，因為聽翻佢就喺呢度嘅演唱會嘅一個片段啊。大家在座多數都有睇過噶啦嚇。係咁啊，希望咧梅艷芳喺澳門嘅演唱會咧係演出成功㗎。好啦，第七首㗎啦噃，要頒第七首啊，揭曉第七首啦。咁我哋請嗰位嘉賓。今晚咧，我哋有馬平界啦，有董彪叔啦，有娛樂界嘅咁啊，又有阿 Dudu 啦，教育界我哋又有司徒華啦嚇。係啊，咁啊跟住落嚟呢一位咧就係屬於中間分界。阿蛋，你真係語出驚人嘅喎，咩中間分界啫？我並冇語出驚人啊，因為佢做嗰個行業咧係要不偏不倚、公正嚴明嘅。係，知道邊位啦？來自法律界嘅。呢位朋友咧系法律界嘅中流砥柱，立法局议员李柱铭先生。唔该晒李先生，呢啲阵容我都未见过，好似系华叔咁，我都有啲脚软。我头先嚟嘅时候咧，我太太就问我，佢话你以前咧就乜嘢约会呢？如果我有份嘅咧，你都问过我先，你至敢接受嘅。佢话点解今晚咧你咁大胆咧，都未问过我就应承咗咧咁？咁我话太太，你要明白，因为咧今日系唔同噶，今日咧系呢个节目咧系得到佢哋嘅新领导人咧。是用我哋香港人最中意民主嘅方法，用一人一票直接選舉出嚟嘅十大金曲。所以我有乜法子唔即刻接納呢？咁議員嘅口吻啊，你估一估佢咧？嗯，個歌曲嘅名咧就叫做《結咗婚》。吓？点解有首咁嘅歌咩？我唔记得咗喎。个歌手嘅名咧叫做有学长工，张学友，情已逝。恭喜张学友！
喜晒，多谢晒李柱明先生，唔该晒。哇，原来结咗婚又即系等于情已逝、哦。好，我话俾你太听。好啦，第七首十大中文金曲，潘伟源作词，张学友主唱，《情已逝》。是彼此欠缺默契，从前情浓如酒，却遇着防卫。今天的你已是如华尽逝，回我身边，不过当初的爱已渐逝。滴着泪，问什么因素错误计？情人能重逢，心却未获联系。今天的你已像完全陌生，就算始终不变一般的美丽。酒却遇着防卫，今天的你已是圆滑尽逝，回我身边，不过当初的爱已渐逝。滴着泪，问什么因素错误计？情人能重逢，心却未获联系。今天的你已像完全陌生，就算始终不变一般的美丽。情已逝，你当初伤我心，令我悲凄，不得不放弃，又剩何时已消逝。
多謝，多謝。啊，唔知道《情已逝》嘅作詞潘元良先生結咗婚未嘅咧？嚇？好似又結咗婚又咩啊？男人有乜所謂啊？結咗婚係等於未結婚啦、啊。你估個個都係鄭丹瑞咩？唔係我啊，我好咩㗎？我哋唔好講啲私事，我哋講啲公事好冇？我想問你一樣嘢啊。係。你喺呢一個 DJ 行業從事咗幾年咧？哇！呢啲好似係私事嚟嘅喎，又係公事。公事嚟嘅，大家想知㗎嘛？咪公事咯。你想聽真嘅還是聽假嘅？學阿倫話齋講個假嘅嚟聽下，睇下啱唔啱聽先。假嘅咧就係八年。哇！你咁喂，講明講明係假嘅嘛 ，Sir。哦，講明係假嘅。講真啦，真係要講啊。講唔講？八年零一個月。我都話你㗎啦。咩？即係嗰陣時我13歲咋。我冇，你唔使咁多解釋，唔使咁快刪後門。我其實都唔係要你講呢啲嘢，我只不過話你做咗咁耐 DJ。应该好熟啲歌噶啦，系嘛？咁又唔敢，不过就少少咁啦。咁叻，我考下你咧。考下我好啊！嗱，我播啲歌俾你听，你听到系边个即刻讲俾我听，边个唱嘅，边个唱嘅咩？叫咩名咁得？又好啊！平时啊，啲朋友啊，即系我同佢玩得多，你而家同我玩下系嘛？你折磨，你折磨人多啦，我嚟折磨下你。第一首。词都背埋，我虽然知我识啦，姑媚姐姐嘅《不了情》唔得，呢个系你嘅年代嘅歌，所以我叫佢做姐姐噶。第二首你就实唔识啦。第二，呢首歌你要听啦，万恶淫为首啊，但新马仔唱嘅，好又算你。第三首。啊，唔识咧！郑丹瑞，错系啦，我都话你唔识噶啦。嘅偶像啊，邓寄尘，啱啦啩？咁又系喎，啱晒喎，唔得。仲有冇啊？第四个，第四个，唔惊。北京已在这圈中剪多这年头。系。喂，我听过呢首歌噶啦。系啊。不过咧就唔知唔系男人唱噶啦，一头先都唔系男人啦，系男人咩头先？好似系男声，其二就唔系潮州话嚟嘅，我估唔到，你知唔知边个？吓？嗱，你得几多人叻过你啊？山顶嗰啲都知，唉，各位我认输啦。我哋嘅金曲颁奖嘉宾，佢唔系贾健啦，嘅贾健啦，沈建芬先生。唱得兩嘴嘅喎嚇，梗係啦，唔識唱歌嘅。咁咧，我大家唔使驚，我唔會講好耐咁。嘿，放心啊。不過唔係好知點解你哋嚟請我嚟，即係做司儀，你知啦，即係唔係做司儀，即係唔係司儀頒獎？頒獎你知我又平時怕醜啊，唔多講嘢又沉默寡言咁，揾我嚟講。就係想你獻下世咯。嗱，第八首咧，十大中文歌曲咧，就係金曲啊 ，sorry 啊。因為我想話最勁嘅金曲啊嘛嚇，我咁講有個原因點解？因為頭先啊李律師講得好啱嘅，佢話即係好公正嘅香港電台，呢、這個我同意。點解呢一人一票咧就有咁樣嘅結果啦？咁喺另外啲情況入邊咧就冇咁嘅結果啦嚇。多謝各位請歡迎送樓益樓嘅徐小鴻，小鴻姐。哇！过下即系雷劲咁，但系咧有几有风度噃。梗系啦，佢就咧你喺上高听我点？咁啊，小凤你开唔开心咧？直情开心到晕啊！我都非常之开心，特别开心你得到呢个好劲嘅呢度嘅金曲奖。一人一票好唔好啊？好玩啦，一人一票，下次记得一人一票啊，嗰边听住啊。咁咧呢个奖俾你好唔好啊？嗱。刘天喺度都搞噶啦，石弹啊，几大堆石弹啊，唔俾唔系石弹。哦，抌埋我，
手太远啦，你嘅距离应该去后台先。其实我都恨咗好耐啊，好多谢。始终系民主选举好啲嘅，都话咗噶啦。多谢你，沈建新先生，恭喜徐小凤小姐，恭喜，真系噶。呢度系有最公正嘅选举，所以有徐小凤小姐出现。第八首十大中文金曲，蔡国权作曲作词，徐小凤主唱，信流逆流。在那天边可会有尽头，只知道逝去光阴不会再回头，每一次泪水伴每一个梦想，不知灯光全流走，不经意在夜圈中穿到这远头，只感到身影流，每颗淡红眼光，共每声悠扇笑声，梦已殷殷上头。是我艰苦，都愿我默默接受，几多辛酸也未放手。信是靠双手找到我一头，每一串汗水伴每一个成就，从来不失我低头。在这里很衷心，很衷心，多谢你。在这圈中转到这年头，只感到在这圈中经过身影流，每颗冷酷眼光，共每声有时笑声，梦已殷殷上头。信是靠双手找到我欲求，每一串泪水伴每一个成就，从来得失我睇透。徐小凤小姐，再度恭喜徐小凤小姐。哇，你睇下，七千几人嘅声音就系咁样样噶啦。唔止噶，喺收音机旁边仲有好多人喺度嗌紧 encore 咁样。我哋好，我谂出年我哋呢个第九届嘅十大中文金曲咧，一定再有徐小凤小姐出现嘅。所以你睇下，我哋今晚嘅盛会。每一位嘅表演嘉宾都系咁有份量，唔单止咁，甚至系颁奖嘅嘉宾都系咁有份量嘅。你讲得好啱 ，right？ 咁啊，如果俾你用一个方法去衡量一下，好仔细咁，边一个系有呢、這、一个份量做我哋嘅颁奖嘉宾，你会点做？好简单啊，
你知我的人呢就即係好喜歡啲原始啲嘢。最原始嘅方法用個綁嚟綁綁佢就最好啦。磅一磅啊！咁有咩準則先？啊，譬如話呢位嘅嘉賓佢嘅重量比珊珊同Albert 還要重嘅話咧，咁我諗佢嘅份量應該係十足十嘅啦。咦？咁啊，制得過玩下好唔好啊？好啊 ，Albert 珊珊，麻煩你。哎呀！哇！有磅喎、啊，真係有個磅出嚟。哎呀！哇！你估佢哋兩個夾埋有幾多磅咧嚇？你覺得？300零。不過你講得啱啊，即係如果一個嘉賓有份量嘅話，起碼都要重得我哋兩個加埋啊。首先我哋表演一下先啦，好嘛？你磅，珊珊你磅先啦。你磅。我最近增咗肥喎。一二。過磅先啊！爛咗！哇！喂，你上好離譜，幾磅？幾磅？我救你！你估下我哋兩個加埋有幾多磅咧嚇？幾磅話？珊珊都過到二百幾啦。哇！239啦。我咧就239磅，我就99磅，我唔係，你哋拗掂先啦。你快啲啦，你99磅。不過唔好理啊，頭先你哋話要即係 check 下呢個嘉賓，究竟有冇份量啊？啱啦，我哋就即刻嚟一個實驗，好唔好咧嚇？重過我哋就係最夠份量嘅，好唔好啊？重過我哋。好，我哋請呢位嘉賓上嚟，即直磅一磅，好唔好？好。呢位嘉賓就係沉甸。沈啊，咩沉啫？沈乜唔係重重嗰啲嘢全部沉啊？林作翰先生要教教佢。沈殿霞小姐，俾姐。要磅啊！俾姐过下磅啦，点都要磅啊！个个都要你磅啊！系啦，系咪真系要我磅啊？系咪啊？系咪？要唔要磅啊？你哋各位听我讲，我心底系最好嘅，我唔想磅。因為費事增加他們兩個的自卑感啊！不過都是有珊珊。我講句俾你聽啦，你兩個加埋都不夠我重，這個磅咧亦都不夠我磅過去頒獎把。哎呀，就咁，哎，佢真係唔理我，唔接受我的挑戰喎。攞翻好，追住磅，追住磅。你頭先嘅反應咧，我就知道，你哋梗係覺得我今晚好靚啊，係唔係啊？呢個必然啦，嗯。一個人心情好咧，就特別神采飛揚嘅，因為我今晚覺得好高興。可以咧擔任呢個大會嘅頒獎嘉賓，尤其是當我知道呢個嘉賓名單裏面咧得兩個女士，哇！當下令我對自己增加咗自信心同埋優越感啊！唔係啊，好難揾你呢種咁嘅嘉賓啊嘛！咁啊係，老實講啦，好多人心裏面咧亦都會諗，誒有冇搞錯啊？港台啊千揀萬揀，有邊個唔好揾嚟做嘉賓，要揾個阿肥啊？嗱，我而家代港台回答你哋呢個問題，冇錯。事實上咧，喺香港，美貌同埋智慧並重嘅女性咧，真係好多。但係要揾一個美貌同埋智慧同埋體重都係並重嘅女士咧，我諗就係非我莫屬啦啩。好，多謝。答得了，多謝。好，咁跟住落嚟啦，我要宣布呢位嘉賓咧，佢係歌唱界嘅才華。同埋名氣咧，都可以同我嘅體重咧成正比例嘅，呢、這個亦都係我偶像之一。邊一位咧嚇？得獎歌曲咧就係、是、每一個晚上。啊！得獎嘅歌手就係林子祥。林子祥，多謝多謝俾姐，多謝曬。我覺得呢一個獎係應該俾填詞嗰位先生林振強。係嘛？多謝，多謝，多謝，多謝。多謝。誒，阿肥姐啊，肥姐，肥姐，你正話問我攞嗰啲嘅減肥餐單咧，你問在座嘅工作人員攞就得㗎啦。啊 ，OK。多謝。肥姐問你攞減肥餐單啊？問你攞幾多張啊？好奇咩？攞一張咯。誒，唔夠啊！工作人員唔該俾一沓啊！你真要一答噶，你真系夸张噶啫。好啦，第90大中文金曲，林振强作词，林子祥主唱，每一个晚上。
言无言，静了下去，细心把你望，只想再看一次，令我暖暖的眼光。在漫长路途，莫论你我未来在哪方，今天的目光，天天我会想千趟，以淡忘从前共你渡过几多风雨浪，只知过往欢笑，大半数也因你起。在漫长路途，莫论你我未来在哪方，一天风再起，一天我不忘掉你。每一个晚上，我将会远望，无涯星星际燃点你路，叮嘱风声待呼唤你前来。十首嘅金曲啦，咁啊揾个嘉宾出嚟咧，冇嘉宾啊？吓、啊，有冇搞错啊？十首十个啊？嗱，你知啦，有份量，而且有好口才嘅人，真系唔系咁容易揾噶嘛？点算？你系啊？你上嚟啦？哦，咁啱啦。既然系咁，不如啦。有好多人想上嚟。嗱、啊，大家都知道咧，差唔多知第十首系边个噶啦。啊！你哋估啱咗。边个想做颁奖嘉宾？举手啦！举手。吓、啊，上面有冇人想做？哇！哇！举手喎、啊。快啦！喂，咁点啊？但我哋商量下先。吓、啊，喂，好多人举手喎、啊欸。啊，影埋相先。你偏高级啊！影完相啦，好。我谂到啦，淑梅。点啊点啊！咁样就唔系办法嘅。你拖下我啦，唔该你。你知道大男人好少拖女人。陳建勳咁好風度啊，你真學下啦要。你退步啦，陳建勳。唉，點可以咁樣上去咁，即係失咗男人嘅威嚴。好啦，
咁啊，啲朋友舉手啦，咁不如我哋喺其中啊揀一位出嚟啦，好冇？好啦，咁但要兩個條件嘅。哇，仲有條件？聽住，第一個條件係男人，因為我係男人。俾面我哋啲女仔喎，係咪要靴佢啊？冇面俾。OK。喂，都有好多。又讓你，又讓你，邊個男士肯上嚟頒獎？哇，好多。喂，不如你講埋第二個條件先。哦，得，第二個條件，你一定要係金馬影帝，冇啦嘛。金馬影。有冇啊？有啊！哇！走幾件出嚟喎？有講過，點睇咧？仲有幾件喎？艾迪咧，好多截止截止啦，截止報名啦！對唔住啊，對唔住啊，對唔住。馬哥上嚟好喎，係喎，咁有兩個，點啊？點啊？第三屆嘅點先？第三屆咧？要猜真係。第四屆啦嘛？第四屆。第四屆。哦，原來第冇辦法啦！如果咁樣樣，我好難做啊！你知啦，不如咁啦。猜猜佢啦，真係要猜猜佢，真係要猜咩？三分兩隻，哦，一半入，一半入，好，好 ，OK， 我出包，你出包，真係包，真係出包，我出錢㗎啦，你出錢，嚇，講到明㗎，開口先，開口啲，一二三，哇，我冇班啊，我都好誠實，我班啊，我嘛，你班啦，我你班啦，咁入班啦，誒唔好入班，正式，最後，最後，我哋大家一首金曲，一首金曲，唔會咁翹啊，嚇。哇！得獎者又係，點會係你啊？唔係咪走咯？喂喂，喂，咁係邊個啊？石啖先咯，石啖先。咩話？石啖先，睇下先，睇下先。石啖先，石啖先。愛之堅，石啖先。喂，石我就講啊，佢睇先。石咗都未必係你㗎。甩嗱先，冇得驚。睇睇先，石啖冇所謂。好。哇！對不起啊，張敏儀小姐，得獎者，情感係，係你啊，唔係啊，快啲錫翻我先，唔係啊，快啲錫，譚詠麟，愛情陷阱，太興奮啦，頒個獎先，夠啦，咁都嚟獎啊，哇，你真係勁啊，恭喜你啊，多謝，繼續努力啊，好，係咁啊，喂，好恭喜，詠麟。得到第十九嘅金像獎，多謝周潤發先生。多謝啦。由於咧，哎呀 ，Alan 咧，今屆就連中兩元啦，所以順理成章啦，可以獲得 IFPI 贊助嘅 IFPI 大獎，又有獎攞。等等啊，等等啊，我哋先請國際唱片錄影業協會香港唱片會主席鍾錦沛先生上嚟頒 IFPI 大獎。鍾錦。领奖，好，我哋请阿钟生讲下嘢先。呢个 IFPI 大奖咧，系代表香港唱片业嘅精神奖。嗯，本人颁呢个奖咧嘅殊荣咧，系属于整个唱片业嘅。呢个奖系颁俾边位啊？谭咏麟先生。边位啊？当然唔系周润发啦吓，你颁俾佢都冇所谓。谭咏麟先生，系恭喜你 ，Alan。多谢，多谢，多谢。唔該曬鍾景，鍾錦沛先生，唔該曬你，唔該曬，唔該曬。阿發仔俾個任務，好高興啊！哇，係阿發仔負責，發仔負責攞獎，哇，乜都做咯。多謝嘅方法咧，就有好多種，但因為呢幾年來大家嘅鼎力支持、鼓勵咧，就我都差唔多用到七七八八啦。但係無論點都好咧，我覺得最最衷心的多謝就是很衷心咁多謝你哋，多謝你。唱歌啊！多謝譚詠麟，恭喜你。咁啊，要唱歌啦。咁但係咧，我就嫌啊呢一個愛情陷阱咧就聽得多得。我都識唱啊。可唔可以添啲？唔單止唱一首咧，係咪啊？冇問題。冇問題。冇問題。譚詠麟。Alan Tan。多謝你。多謝。默记着任我的去路，但愿路上幸运遇着是你的脚步。可以再见你，只想将心声透露。
中文金曲啦，已經係全部都揭曉曬啦喎！冇錯啦，咁啊跟住落嚟咧就要頒呢十首金曲嘅作曲作詞獎啦。而家咧為我哋主持頒獎儀式嘅係非常之榮幸啊！請到我哋嘅廣播處長張敏儀小姐主持嘅。有請。首先咧就要颁发咧就系十首金曲嘅作词人。好，首先呢一首咧就系咁样嘅《曼珠沙华》嘅作词人潘伟源先生。欢迎啊，潘伟源咧就系加入我哋十大金曲嘅行列啊！系第一年得到我哋呢一个嘅奖嘅，恭喜你，以后多多努力，恭喜！恭喜！跟住咧就系向雪怀先生，佢嘅得奖歌曲咧就系《听不到的说话》同埋《雨夜的浪漫》。好文質彬彬嘅向雪懷先生，好啦，第三位咧係潘元良先生，三首歌嚇，《愛情陷阱》、《情已逝》同埋《誰可相依》。阿潘生咧亦都係第一次入到我哋嘅金曲，但係咧一攞要攞三個獎啦。係啦，恭喜你！恭喜你！最後一位咧就係阿林振強啦，佢嘅得獎歌曲係《每一個晚上》。不羁的风同埋最紧要好玩。去年咧，林振强先生系得到最佳嘅作词奖噶。哇，好有力啊！唔该晒。好啦，接住咧系请呢位哇，连得作曲填词奖嘅蔡国权先生，新流逆流，一流啊！
繼續寫多啲好歌俾我哋聽。多謝曬你。好啦，跟住落嚟咧就要頒發嘅咧就係作曲獎咯噃。係。呢位咧係作《誰可相依》嘅，正話蘇瑞小姐已經多謝過佢嘅啦。林敏儀小姐，我哋嘅十大中文金曲嘅主題音樂咧，亦都係多得林敏儀小姐為我哋編寫嘅，多謝你。唔該曬嚇。邊個作最緊要好玩㗎？阿 Sam， 許冠傑。哇！頻頻攞獎嘅聲，恭喜恭喜！多謝廣播處長張敏儀小姐，恭喜阿聲，多謝曬，唔該。好啦，我哋跟住要頒嘅兩個獎係同作曲作詞都好有關係嘅噃嚇。咁呢兩個獎咧就係最佳中文流行歌曲獎同埋最佳中文流行歌詞獎嘅。我哋好高興咧，就係請到香港作曲家作詞家協會主席彭立德先生為我哋主持頒獎儀式。Mr. Malcolm Barnett, please。嗱，今次嘅最佳中文流行歌曲獎。OK， 或者咧，我哋请彭立德先生同我哋揭晓咗，先再宣读一啲评判嘅名单啊，好唔好啊？首先颁系最佳中文流行歌曲奖，唔该晒。It's my pleasure to announce on behalf of Cash the winner of the Best Melody Award. The winning song is Sei Ho Sang Yi。And the winner is Lam Man Yi. 原來彭德先生啲廣東話咁正。係啦，咁啊作曲嘅評判咧，就係包括咗黃福玲先生啦、奧金寶先生、鮑比達先生，同埋陳永良先生嘅。好啦，麻煩啊，彭立德先生同我哋揭曉最佳中文流行歌詞獎嘅得主啦 ，Mr. Malcolm Barnett, please。The winning song is Sun Lao Yik Lao, and the winner is Choi Kwok Kun. Choi Kwok Kun, 再一次得獎。Choi Kwok Kun, 恭喜你。恭喜。為最佳中文流行歌詞呢個做評判嘅咧，就係倪匡啦，倪匡先生。雷波先生啦。胡谷仁先生啦。林作翰先生啦。常中豪先生。同埋林振強先生嘅嚇，咁我希望蔡國權咧出年咧作首俾自己唱啊！好啦，我哋繼續請阿彭立德先生咧，就係為我哋頒以下呢個獎喎。呢個獎咧就係今年新設嘅，係84年度最受歡迎演出歌曲獎。咁啊，究竟邊一首中文歌曲喺84年裏頭啊，電台、電視、電影、演唱會係啦，係演出得最多嘅呢 ？Mr. Malcolm Barnett, please。邊一首 ？The most performed work of 1984 goes to Zhao Gong Tong Mai Mo。Writer and melody composer is Hao Duck Keen. The singer is Sou Rui. Sou Rui, sir. Thank you, sir. Pang Lập Đức, 先生. Thank you.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very much, Mr. Malcolm Barnett. 恭喜 Sou Rui 小姐. 好多謝大家。
我哋不如听一听呢一首歌咧，《走干倘卖无》。發覺咧，台前幕後嘅獎都頒得七七八八嘞噃嚇。嗯，不過咧，跟住落嚟呢個獎咧，我等得好心急嘅啦，成晚都想知道個謎底啊，到底係點咧？係喎，我哋仲有呢個新人獎未揭曉喎。冇錯啦，最有前途新人獎嘅金啊、銀啊、銅啊三個獎啊都未。我又聽到有人嗌 Alan 咁喎。
又是新人。咁又得啊？好啦，我哋唔好讲咁多啦，我哋先请一位嘉宾，佢就负责颁银奖同铜奖，好唔好？好啊，呢位嘉宾咧甚有来头噶，年纪轻轻咧已经啊扬名四海啊，李连杰先生。李连杰先生。你好，你好，你识唔识听广东话啊？识听唔识讲，不过今晚收官啊，就非常开心。没关系啊，你识打就得啦，我哋想你出嚟表演两下功夫，得唔得？好唔好啊？冇晒啊嘛，真系一场嚟到。有人功夫啊？对啊。你识嘅我唔识。要不要我来跟你过两招啊？你有胆就过去啦。你有胆就。要不要听我唱歌啊？唱歌就慢慢来，打人功夫就唱歌，对啊，即系慢慢来嘛，轮流去。哎，慢慢做。哎呀，够了，够了，够了。哎，人家唱歌都是有音乐和灯光的，我在这儿要练两下，没有灯光和音乐怎么练呢？打功夫就唔使灯光了，有个地面已经得噶啦。好了，地面啊，为了好不好啊？表示我的一点心意吧。好，为今天获奖的朋友表示祝贺，谢谢。来来来来来，哇！我打你话过去咧。啊，不啦，恭喜的，你唔好埋嚟啊，够了。就那边可以的，对。哎，打远了，哦，没。哎，这个叫做咩啊？哎，哎，哇，哎，他当了个大哥。哇，谢谢你。拳风沙沙，好嘢，李连杰先生，果然名不虚传。十八年后找你。你好老啦嗰陣。好啦，而家请李连杰先生同我哋颁呢个铜奖先咧。铜奖，听不听得懂啊？铜奖，对，铜奖，奖，铜奖嘛，你讲什么？最有前途新人奖，嗯，铜奖。得奖歌手邝美云，邝美云，邝美云。好多一位的邝美云，恭喜你。好，恭喜，绝对值得鼓励的。是，请多多努力啊，恭喜你啊。好了，李先生请赢奖，对不对？赢奖银奖出恋就肯定是我的。最有前途新人奖，银奖，对。得奖歌手何嘉蕾。谢谢，恭喜你，恭喜。我哋嘅新人奖啦吓，金银铜咧都系由听众选出嚟嘅。好多谢各位。多謝香港電台和我唱片公司，我出年會繼續努力，希望可以做得更好，多謝。恭喜何嘉麗，恭喜。恭喜曬，我都好開心。銀獎和銅獎已經是花落誰家，各位都知道。究竟金獎是哪一位得到呢？不如這樣，我們請李連傑和我們說一說哪位負責頒金獎的那位嘉賓更好，好不好？好啊，麻煩你。今天晚上颁发金奖的呢，就是武术界功夫电影的老前辈黄飞鸿，啊，关德兴师傅，关师傅啊，好有型啊！讲一讲你电台旁边嗰啲人听好唔好啊？啲听众，好啊，一套白色嘅牛仔衫裤，冇错，同埋呢个白色嘅牛仔帽啊。我哋好多谢李连杰先生，多谢晒，谢谢你，谢谢李连杰师兄，多谢，拜拜，请。我上嚟，一上嚟咧，好似烧鸡翻窗啲掌声，吓得我心惊胆跳。睇真啦，各位，个个都慈眉善目，咁爱护我，好多谢。
我未曾上嚟啊！我以为我哋年纪最大噶啦。头先我见到一位老朋友，许家三杰嘅父亲，就系许世聪先生40多年朋友。我想一个今晚啊，咁多青少年男男女女，最多咧都系中坑嘅啫，未有老坑嘅。我以为年纪系最大我啦，唔知系唔系。不过我老实讲，我就顺潮流，守道德啊！好羡慕添。你哋今晚的差异咧，呢、這个黄飞鸿着得最新潮上嚟，着对 boot， 着对牛仔衫裤，前卫咁唔得啊！我仲要搵食噶，我60年来做人唔系有排讲，慢慢讲。我今年80噶啦，我讲咗60年来啊，算快啦，81噶啦，我少咗20年啦。我60多年来都如何想咗做人，点样做善事？我啊虽然顺潮流，兴过身历年。但是旧历年呢，我来比较是多啲。今年呢月头年，今日已经10多日，仲有几日过年。我今年所做嘅善事，我最快活就是今晚。多谢晒，多谢晒关师傅。我睇见呢班男男女女个歌星、电影明星、电视明星，个个攞奖状，我冇份，我呷醋啊！唔紧要，关师傅出年有机会啊！出年就新人奖，我预你啦！出年啦！你哋知唔知道啊？我53年前嗱又跳咗7年喺美国啊，三藩市拍第一套电影，就是歌唱片《歌女情潮》，你唱歌嘅咩？唱歌，不如就唱下嚟听下咧。吓，一阵先啦，有嘢你听。呢套戏喺省港连续做几个月头，风魔省港。嗯。目前国语片、粤语片未曾有多过一套戏。第二套我翻香港拍，嗰套咩戏咧？叫做《昨日之歌》。第三套咧叫做《残歌》，唔好意头啦，日本仔侵略全世界。所以就变咗残歌，残歌之后呢，我做武打片，嗰三首歌呢，你就冇办法睇到啦。日本仔想捉我，所以三首歌呢，赵树新先生大观影片公司，佢将呢片嚟烧晒。哦，系好好可惜。嗯，今晚咁高兴，我想话唱支粤曲，好，你过嚟听下。好。好，但系各位知道喎，呢啲音乐先生，我未同佢夹过。如果我同佢一齐唱嘅，就好似百鸟归巢咁，吱吱喳喳，唔知唱咩嘢。所以我清唱，哇，又好啫。清唱咧就好困难嘅。哦，不过咁啊，我一定要唱完之后咧，起码练翻好佢。要出年一定要争翻一啖气噶啦！真系想攞新人奖。可唔可以俾个咩？我揸住唱，做埋表情。好，好，两两关师傅，呢、這个得唔得？哇！呢个得唔得？呢、這个呢、這个得喎、這個啊。得唔得？得。系，请开中间个咪俾啊关师傅唱歌。啊，嚟中间呢度，系换一支咪，靓咪。呢、這个得啦，系得啦。果然声如洪钟，老当益壮啊！你唔好话我老啊！啊，对唔住，系我准备攞新人。我呢个中坑嚟嘅啫。系啱嘅。数首高歌，为善高阿哥，哥哥分啊！你哋如此播种到家来，
也爱不辣辣几好台风辣你各人啦，一心一打二，系出大力，又出啊啊财呀，啦多谢。完美完美是多謝關師傅，這個是送的，哇，可以獲得最佳編曲、最佳歌詞、最佳新人獎，你攞曬了，最佳颱風添，最佳颱風啊，唔到你啦，有時候新人獎、金獎、不獎歌手張學友，好嘢。多谢黄师傅，恭喜张学友。我想咧，黄师傅如果在57年前，即系加入呢个歌唱界嘅话咧，一定是可以有一个非常之好嘅成绩嘅吓。疫情咧最有前途新人奖嘅得主就是黄飞鸿师傅，唔系关德兴师傅小弟弟啦。吓、啊，就系咁啦。好啦，咁啊，我哋嘅新人奖啦，亦都有咗结果了噃。唉，知道咗啦，好啦。第八届十大中文金曲都已经接近尾声了，不过呢在未结束之前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奖要颁的。既然这么重要，我们请埋 Albert 和珊珊一起出来颁好吗？好啊。咁啊，这个奖呢就跟我们乐坛一些的音乐工作者呢，他在多年来呢對我哋樂壇有好多貢獻嘅，我哋應該係頒個獎俾佢。係啊，咁呢個獎咧就係金針獎啦嚇。啊，金針獎咧一向以來咧都係頒俾啲幕後嘅工作人員嘅。咁、其實幕前嘅歌手咧都應該得到同等嘅尊崇嘅噃。冇錯啦。咁啊，究竟金針獎嘅得主係邊位呢？咁喺未頒獎之前咧，我哋就請我哋嘅頒獎嘉賓出現好冇？啊，呢位頒獎嘉賓咧雖然唔係唱片界中人。但是他在外國的影壇來說呢，可以說是舉足輕重。其實這位金針獎的得主和我們這位嘉賓呢是很有關係的，因為我們金針獎的得主呢，他第一部和以後很多部成功的電影都是由這位嘉賓一手監製的。我們請金針獎的頒獎嘉賓周文懷先生。周生揭曉金針獎的得主是哪位呢？哪一位歌手呢？第八屆十大中文金曲金針獎得獎人許冠傑。多謝周文懷先生，多謝周文懷，同大家講幾句說話咧。阿 Sam， 同你講幾句嘢。好多謝大家對我的支持。我哋多謝曬許冠傑，多謝曬。多謝許冠傑，恭喜你，恭喜，恭喜，恭喜。
真係啊！阿 Sam 咧，由我記得佢嘅《鐵塔靈魂》開始，到今時今日嘅《最緊要好玩》咧，實在係幫我哋香港嘅樂壇咧寫咗唔少非常之好嘅歌曲啊！所以話咧，金針獎頒俾許冠傑咧，真係不作他人想嘅。咁其實阿 Sam 咧今晚咧就唔係太舒服嘅，但係佢堅持咧一定要嚟到我哋呢個盛會攞呢個獎同大家見下面嘅。我哋應該再次一齊俾啲熱烈掌聲 Sam 去許冠傑。金針獎得主許冠傑，恭喜！咁啊 ，Sam 一路以嚟咧喺樂壇作咗好多好歌，為我哋本地樂壇咧奠定一個好穩固嘅基石。咁我哋後來嘅歌手好多咧受佢影響，而且我哋電台嘅 DJ 咧亦都係經常。先有好波好歌播啦，如果唔係啦 ，Sam 作咁多好歌咧，我哋都唔知道真係點樣選擇。咁所以今晚咧，我哋想我哋咁多位同事同埋咁多位歌手咧，加埋想送一份禮物俾阿 Sam， 以答謝佢多年來對於本地樂壇嘅一個貢獻。我哋唱出阿 Sam 嘅好多首作品，好唔好？好，我哋一齊唱。我哋請阿 Sam 嘅好朋友周啟Sam，周啟Sam嚟伴奏。喂，我哋彈琴。阿生，唔該曬你，佢最熟嘅啦，最熟啊 Sam 嘅歌嘅啦。咁啊，請埋我同事啦，好嘛？鄧慧欣、鄧麗瑩、何嘉麗、夏妙妍，唔該。我哋一齊嚟唱翻首咩歌好咧？阿生啊，我哋呢一隻歌咧唔使講歌名嘅啦，我哋一唱咧，大家都會識得呢一隻歌，一齊唱好嘛？处岁月，世事如棋，每局都看快乐地。就情就义，人事天天变，有喜亦有悲。恩怨爱恨，世事如棋，每局都充满传奇。若凭人事。来来来，嗰啲系天才白痴梦啊！猜边个？你猜边个做天才？边个做白痴啊？许冠杰嘅另外一首情歌，一定识唱噶啦 ，Sam 呢个。哦，有冇知未啊？得未啊？人皆寻梦，好。梦里不分西东，片刻春风得意，未知景物朦胧。心如梦，梦里蜘蛛有空，沉落不堪苦困，未识苦与乐同。天造之材，皆有其用。你點啦？你點啦？張國榮，張國榮，張國榮 ，Leslie， 喂，我知 Leslie 最叻唱日本娃娃嘅喎，係真係啊！
款娃娃，巨眼特别大，仲有尖尖的下巴，又要似中心零菜卖港价，翠花又特别，直头日本化，头外敢死队我属于三家，最注重浪漫，又够风骚够肉麻，带起个紫色大洋的人就潇洒，百五磅魅力话同佢玩下。集次身鬼咁好冷，我找数三千零八成份身家，佢笑住仲话：呢首歌真系好正啊！同佢翻屋企见到个日本爸爸，佢眼眸眩眩，大叫声：你想死啊！我女儿三月又十六命啊哈，佢笑住尽量话同我恋他。全世界都會話好喜意聽的，就是鐵塔靈魂。好，今晚呢咁高興啊，雖然我知道 Sam 呢就是未完全康復啊，但是在場的朋友我們給你鼓勵他，給你掌聲他。我想 Sam 一定好高興和我一起玩的，是不是 Sam？ 灵魂望不见欢欣人面，故事送至听不见游人欢笑，只有成像在远方迷雾，山长水远未入夜怀抱，
在这个时候不如我请晒所有今晚的歌手一起上来。好啊，大家再致谢一次好不好？ OK， 首先是苏瑞小姐，跟住是陈玉小姐，陈淑华小姐，恭喜晒你，李秀贤先生，娃娃，潘月云小姐，黄子雷，李宗盛，康庆云，刘德华，林忆莲，李宗浩，小岛乐队，哎，所有歌手，多谢晒你哋嘅光临，多谢晒你哋参与我哋嘅十大中文金曲。我今晚嘅时间咧亦差唔多啦，而我哋今晚大会嘅舞台咧、灯光啦、音响同埋服装咧，都系有赖各方友好嘅帮忙赞助嘅。我哋多谢嘅咧就系通理琴行艺能制作公司。其他嘅嘢咧，我哋交翻俾阿秀仔同埋邓慧芝喺收音机度再讲俾大家听。各位观众，十大中文金曲咧到此系圆满结束，我哋要第九届先同大家见面啦。系啊，明年再见啦，多谢晒各位，拜拜。其实我哋仲需要多谢好多人嘅寿仔，不如我哋咧详细讲一次啦。好啦，咁我哋咧就借助住我哋而家现场嘅音乐啦，一路伴住我哋要多谢嘅人啦。首先我哋要多谢香泰贸易有限公司、元隆集团、廖创兴银行、香港作曲家及作词家协会、国际唱片录影业协会、香港唱片会、九龙狮子会通理琴行、艺能工程有限公司、大洋广告有限公司、特高广告有限公司、国泰航空公司、星神旅游有限公司、国际启祥洋行、 Audio Consultant、 信兴电器贸易有限公司、邦，仲有啦，仲有好多我哋啲发型添噶 ，Rainbow Room 系赞助我哋嘅发型嘅，仲有咧就系艺拍婚纱公司，啊，资拍啊，资拍婚纱公司嘅，咁仲有香港童军总会啦，香港儿童合唱团啦，另外咧得到今晚咁好嘅音响咧，系要多谢两位朋友啦，系负责音响嘅，李耀荣先生同埋陈木兴先生，另外我哋仲要多谢两位朋友咧，就系罗小峰先生同埋陈永稿先生嘅，系啊，另外咧，头先日本娃娃欧杰玲所着嘅和服咧，就系由大关料理所赞助嘅，哦，咁样嘅，系啦，又有得食又有得着啊，系啊，好啦，今日咧我哋嘅盛会咧已经系过一个段落啦，系咪？第八届十大中文金曲咧要同大家讲声拜拜，咁我哋出年咧就会有第九届嘅来临噶啦噃，亦都希望到时咧大家一样系要捧场啦，一定要买飞，买唔到飞一样都要黐住香港电台一二台嘅。系而家咧收听紧我哋香港电台一二台嘅朋友咧，我哋同你哋讲声晚安。系将我哋嘅责任咧交翻俾我哋广播大厦负责嘅同事咯噃。拜，唔该晒邓慧思同埋麦润秀嘅。咁大家刚刚听过嘅咧就喺香港红磡体育馆举行嘅十大金曲颁奖典礼噶噃。